Yvonne Channel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我请到了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y 李佩妮。我知道他是非常可以吃辣的人，所以最新版的麻辣韩国拉面，所以我很爱吃辣，我决定加码，把这四个东西加在一起吃。觉得我上车了，我觉得我上车了。他不是这样跟我说的，他跟我说要买这个来吃而已，我没有想到有这种东西哦。没有，因为你跟我讲你已经很饿，所以我今天就那一整天没有吃东西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最新最旧的乘二的，这个就是人家讲啦，这个是乘八，它是麻辣口味的。然后这个我没有吃过哎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去煮面。好，我们首先先倒酱。很邪恶的酱，怕了，那我就流口水了。邪恶哎，啊哟！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每一个去捞一下。好来，因为我没有 try 过那个，所以我想要先吃。等一下，在吃之前你要不要先拿一些可以解辣的东西？因为我觉得这种我们要个有点到奇怪。不是应该先吃你有辣的先呗？小紧张，有点烧，很麻哎。哦，好，我那我现在吃 cheese 的，怎样？不辣是不是？他很可以吃辣的。cheese 应该还好。因为我不喜欢吃 cheese 哎，因为我不喜欢牛奶的味道，然后 cheese 就是有牛奶的味道。因为你吃了那个麻的，你吃别的应该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们现在没有分输赢的，其实是我们两个人的挑战来的。吃包，对，哦，顺便挑战大胃王吗？三、二、一，那我可以先吃个起的。我觉得要吃快点才不会没有那么辣，对不对？哇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不一样。这个麻辣太变态了，我都吃到起毛了啦，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。来折磨自己，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，已经流出来了。我不可以，我要冰。他抛弃我去拿水喝了。哦，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进医院去嘛。可是真的很浪费啊，你不吃的话，就想快吃完这个面而已。我觉得我们配仪好棒哦，有没有感觉起来？都是麻辣的，清凉。喝一杯口香的。哦，来呀来呀来呀，继续啊！来呀，是不是？还有来呀，来呀。看一下我们吃完的哪一个，这是乘二的，你完了。到底谁跟我讲牛奶是解辣的，是骗人的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胃吃得完三包就很厉害了。配的呢，很棒啊！我要死掉了，我已经要没有声音了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作践自己？普通的也吃了啦，我吃不下了，真的。这已经三包面了，这跟我们感觉是有吃到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挑战还算成功，因为其实四包面来讲的话，真的是有一点太多那个量，而且最重要是那个麻辣，超级夸张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谢谢大家收看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，还有记得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Jenny_PY， 我会放在这边，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就去 follow 他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